走走停停，身在沉沦的迷宫，反复着眼扑又冲。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，只剩下两手空空。也许多藏的难过忘了对我说，孤独贯穿了生活，人生像闹剧，卷入迷失漩涡，又困进沙漠，怎么逃脱？原来命运的捉弄，常常忘了对我说，谅解总偏爱挥霍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那我帮你打包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老板，嗯，这个可以帮我留一下吗？你就说说看，帮你留多久？两年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。比我的性命还珍贵，比我的性命还珍贵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，会把它给另一个人，从此永不回头，从此永不回头。还在忙啊？盛总，嗯，您去吃饭、啊？正要去，坐。哦，还习惯吗？有什么要帮忙吗？哦，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，就这四封。这四封是吧？嗯、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，看一下就好了。嗯、第三封林副总，这个下午要跟杰斯卡对一下。Charles， 这封要回，用英文，措辞呢要委婉一点。嗯，好，嗯、谢谢。那您去吃饭吧。嗯，一起吧。哦，我不用了。那我去了。好。那他一直想。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，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。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。那个邮件上，邮件是会抄送给几位助理，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schedule。哦、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喂 ，Daisy， 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哦，那个 Jessica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。啊，是正常的高层会议，助理是不能出席的。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。你刚才问我，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，不好意思啊，害你白跑一趟了。没关系，哎，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。
盛总要黑咖啡，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，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，我和 Jessica 要拿铁。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，不适应吗？啊，舒总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叫 Vicky 就行了。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。Daisy， 哎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，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《Driving Miss Daisy》？对，那是一部老电影，拍的特别有味道。这么多种啊，能记住吗？他们给你开单子吗？我以前是干收银的，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，这不算什么。嗯。那 ，Vicky， 我先过去了。好。Daisy， 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，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，由办公室的秘书去做，你不用亲力亲为的。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。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，我是新来的员工，多做是应该的。不过，我还是谢谢你。好，你去忙吧。现在在各个门店，谢谢。针对会员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，而且呢，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。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。这一季度呢，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，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。在营业前的三个月，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，啊，谭经，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。各区的督导呢，把托盘放在这儿，上一季度的拿着这个，各个门店的考核成绩。按照盛总的意思，对不达标的门店，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。对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，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，那对不起，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。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我问个问题啊，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？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，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他是不是高级会员呢？韩静，盛总，等公车。啊，收你一顿。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很方便的。跟我客气。不是。啊，也行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。上车说。盛总 ，Daisy， 明天见啊。明天见。上车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 Vicky， 我觉得他好帅啊。帅？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？你不觉得吗？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那样的女性，能干、漂亮、自信。跟她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，你都觉得是真诚的。看样子你很欣赏她。盛总，我有一个小的请求。你说。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，真的，我现在特别满足，有这样一份工作，
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，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善意的提醒，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。不必理会。怎么样？合你胃口吧？是不是换人做饭了？味道不错。没有，秦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。既然好吃的话，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，别老一天到晚吃那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，啊？嗯。明天有上班吗？嗯。能不能换个班？陪我去趟郊区。我明天要上白班呢，做什么的？公布打电话来说，有一批好的墓穴出来了，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。现在这个墓地啊，炒得跟房地产一样，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。我想这一次，就一次。就选一个双穴位的，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。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，包了几个虾仁饺子，女士尝尝。吃饺子了。记得那年春节，你妈刚走的那一年，那年三十那天晚上，我给你包饺子，左包也包不好，右包也包不好，你又在旁边闹，我这一串火，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，煮了一锅。面饺汤，还逼着你吃，你一边吃一边哭，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，我要吃妈妈包的，我就不要吃你包的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没再吃过饺子。那么久的事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挺好吃的，再给我一个。你都吃上了，嗯，老板，哎，煮吧。好嘞。怎么样，第一天上班？哎呀，觉得我自己特别土啊，你知道吗，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，根本就不是，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啊小裙子，特别好看。还有啊，就公司人好多呀，那些名字
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，嗯，得熟悉几天呢。没事儿，你这才第一天，后面就好了。嗯。哎，你们家那位呢？你别跟我提他，烦着呢。怎么了呀？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？你说，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？他嫌人家租金贵，是，那是有便宜的，但也没人去啊。我就跟他说，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先借点钱，把店面先盘下来。他想都不想，直接说我借不到。你说他烦不烦？你说他一大男人，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，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。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，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。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，你也知道，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，都是我妈。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。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，你先用着。不可能啊，你那个钱。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。哎，你打住！我说我不用就不用。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掺和了，等会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。你怎么还叫他了呀？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？他也是我朋友啊，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。老板快点。哎，好嘞，我吃完赶紧走。杨叔叔，来不及了。杨叔叔。哎，平哥，想我了没？嗯，来来，快坐快坐。我肚子饿了，可以给我吃点吗？来来，先下来，杨叔叔忙了一天了，来。好，先坐过去。哎，店面找到了。来，坐妈妈身边吃。山西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那么偏。你先听我说，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，但它旁边一个小学，一个幼儿园，这上学下学的，人流会少吗？而且，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，不用改装潢，换个招牌就可以了。重点是。朝南，干净，很适合我们呢。哟，真不错哎，这家店，你怎么找到的？那天他走了之后，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，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，这样放弃的时候，他就出现了。那就是缘分。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，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？行了。看老板娘那样，你不生气了？不能跳啊，你可不能跳。妈妈说的真准。嗯，妈妈说啥？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，爸爸就回来。等肚子？肚子发芽？不是，等豆子。豆子，嗯，对，爸爸就是属豆子的。嗯。豆子一发芽，爸爸就回家，是不是？爸爸，嗯，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？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？爸亲手给你编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男人手就得巧啊。嗯。来，正好。哎，吃点。睡了。睡了，跟我玩玩玩开心呢，躺我怀里就睡着了。你怎么？你也喝点儿啊？啊，陪你喝点儿。不不不，好，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是特意的，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？这豆渣也有营养。你要回来的话，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，多放点小葱。平平爱吃淡的，行吗？特别对，正好。嗯，
嗯，你打电话叫我回来，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是有事儿。说。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？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，想让咱俩都去一趟，见个面。我也去。啊。嗯。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？你的嘴上这擦一下。啊，医生是说，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，希望父母双方都在。到时候好商量。嗯，行啊。行，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。行啊。去。嗯，应该的。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，然后这是多出来的，我就说你就拿去用吧。不是，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，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，所以现在钱就够了。不用出瓣膜的钱了啊？就那笔钱叫他们出是吗？啊，有这好事吗？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，好事儿。我不是多心啊，明天见这大夫是，聂医生啊。觉得不管医生是谁，孩子做手术是重要的。爸，妈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保佑我儿子，这病有治了，碰上好大夫了，给我们家也省钱了，谢谢。煲了汤，哎，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，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，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擦一声，都闻见烤肉味了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，所以就煲汤了，快尝尝呗，是不是特别细心，感动中国。我决定放弃了。我以前觉得吧，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，不在一起了，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。我就觉得他懂我，我也懂他，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。哎，我是不是特别笨呢？我直到今天才发现，我其实
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。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，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，而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我们，从来都不是。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，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我们，从来都不是。懂。你下次还是叫牛排吧。喝你的汤。吃不饱啊。爸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了。就在前面啊，走走，那我自己走。哎呀，这体格啊，是吧？原来这里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。后来就越来越挤了，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。现在也不能烧纸钱，就给她鞠个躬吧。走，我带你看新的墓穴。你看这一块吧，就是，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，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。嗯。哎，叶总，您看这边，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选的最好的，环境好，风景也好。这人都走了，还看什么风景啊？这先人啊，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，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们。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，只求啊，不断子断孙就好了。看您说的，您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。好，就选择两个吧。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警结果出来了没有啊。啊，那看我干什么？你们的花样还能瞒得住啊？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，那不是做火警是做什么？不用瞒我，告诉我，是肝脏还是胆囊？报告出来了再说吧。啊，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，但现在我也想通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。那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。就是年轻的时候，我拼命赚钱，总觉得有钱之后啊，
比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。可是结果呢？由于工作太忙，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，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着来。但现在我也想通了，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我也不会阻拦你。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，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，连个女朋友也不交。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，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到了地下，我怎么给你妈交代？再说了，那个谭静，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，那都已经过去了，是吧？我没觉得他好。行了，我答应你，我照顾你朋友。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了啊，就算你交女朋友，那也不会长久的。我呢，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。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，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，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。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把它给忘了，好好交个女朋友，结婚吧。啊，想问一下，高医生在。哎，这个是六床，今天安排出院。啊，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？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喂，你好，聂医生，是我。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，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，不来了。对，我忘了。我特别难请假，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。那您今天还能来吗？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，我给你发定位。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，特别是这两道，你给我讲讲吗？聂医生，聂医生，聂医生。
我现在就想知道 ，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，还有机械瓣膜，哪个更好更安全？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。目前临床使用中，生物瓣膜最为常见。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，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。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，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，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。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，仍然存在一定风险。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，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？其实我觉得，静儿，哎呦，这地儿太大了。哎，那个，这是聂医生。哦，聂医生，哎，久仰，我是谭静的老公，孙平的父亲，孙志军。你好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孩子这事儿吧，我是最近我那儿太忙工程了。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？得管，这事儿怎么样？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？就是风险高不高？孙先生，哎，不管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，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。刚才我已经和谭小姐说明得很清楚啊。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要做，就填好表格，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。如果不愿意做，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。哦。哦，哎，是怎么有补贴是吗？有。哦，哎呦呦，那太好了，谢谢啊，这帮了大忙了，那。咱回好好商量一下，我们商量一下呢，给出一个答复，我尽快给您联系。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来，好不好？那个，谢谢聂医生。哎，我能在啊，放心，你商量，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来。人家愿意帮这个忙，咱得领这个钱。觉得我刚才怎么样？没给你丢人吧？啊，行了，不用演了，谢谢你啊。真是，这有什么谢的？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？你要谢人家聂医生，挺好，那小伙挺好的。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，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，人家一句话，你免了。免什么了？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，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，这还没算上手术费。怎么？他不是补助？哎，怎么还要3万呢？不是，你要再这么弄，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。静儿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，啊，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，人家说有戏，就得跟姓聂的死磕，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方向人家给了，路得我自己走。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，我得打点啊，医院开证明找军哥。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怎么跟他们告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能力，没有钱，这就是现实。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，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，不想了。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，行不行？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？7年了，对。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，哎，我眼睛一闭上，咔嚓一下，天都塌了。静儿，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？太惨了，我那些兄弟，你爸，哎，
不说这个啊，真的不说这个。你要是为我好劲儿，你就借我一点钱。我不是为自己，我把这事儿办成了，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。孩子手术的钱，我一分都不会给你。不是说了孩子手术，这样咱心平气和，咱商量一下。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，我就你看就像这个，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这你俩的东西吧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？你爸在天上看着呢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我开吧，你下来。上来吧。正确的选择，苦衷。